OK， 这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 M200 竞技荣光这把枪相比幻熊有什么区别。首先呢，两者子弹方面的话呢，都是15/45，这个属性方面的话呢，也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竞技荣光呢，是有个套装属性，多了一个呼叫步枪，还有一个是手雷探子装置。这两个多出来的属性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道具特效设置里面呢自由的开关。这里呢提前说一下结论呢，这个竞技荣光这把枪呢，其实就是换皮的幻神，两者呢在游戏中的性能呢是完全没什么区别的。另外这两把武器的开镜收镜速度呢也都是一样的。这里都可以看到，两者的那个开镜的边框呢是不一样的。另外两者枪身传播距离都是16米。好的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他们在生化模式中的切换弹速度。好的，由此可见，这两把武器呢，除了那个套装属性外呢，在游戏中的性能呢，基本是没啥区别的，就看这把武器的价格方面是什么样子了，应该不会比这个幻神都更贵吧？哦，对，还有一点呢，这把武器呢是只能装备这个玩偶饰品的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开放其他的。OK，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